进来的话就 AK 买所有人奶茶。哎，好好，可以。等一下，要找准了啊。嗯，不错中。耶！来来来，手机手机，现在点吧。别急，我还没有投呢。我要是投进了，我就让赞多给我买单，我给他买，他付钱。为什么我呀？好，先投。如果这个进来的话，刘宇要给大家买汉服。对，给大家买汉服，听到了没？刘宇要买所有人汉服。哇，刘宇说我的钱包，这个件很贵。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进不去，肯定要中哦。李波，你别给我搞鬼。这一件这样来，那个小的就行。玩具吧，玩具吧，玩具，玩具。我觉得可以买便宜的。买是买，买买。太豪了。AK 跳 ，AK 你得买单啊。首先，第一件，如果我这一件进了，我等一下给大家买奶茶的时候赞多付钱。不行。好吧，等一下，林墨付钱。哦，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封米卡啊，米卡付钱。哎，不是米卡。哎，我不擅长这个游戏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先不说别人，你就说你自己，这件进了我自己付钱，自己到底这个单单该不该自己买？这个要是进了，我给等一下买，大家买了买奶茶买最好的。嘿，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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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这件投进了，等一下敦煌舞米卡一个人 solo 跳一下，老师刚刚教过了。接下来精彩的来了啊！接下来第三轮了，我要蒙眼了，来了。这件进了的话 ，A 栋人给 B 栋打扫卫生。没有，谢谢你。这件如果进了的话 ，A 栋直接给 B 栋买空炸锅。OK。好，没有，来这一件 A 栋给 B 栋买什么？给我买十桶。好，可以，来走。没有，来继续。A 栋给 B 栋买什么？随便吧。好难啊！我要来。太好玩了。来吧，这一件中了。嗯，每个人都轮流过来夸我。嗯，每一个人轮流过来夸你，夸到我开心为止哈。就让他说吧，你就让他随便说。这太难了。哇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林墨好厉害，林墨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帅，来吧，夸呀，神剑真的是蒙着眼睛都能投进，不愧是蒙面剑王，你最剑，夸他，好剑，好剑啊，太夸了，停吗？来停吗？不停，不停了，那下一件吧。蒙面舞王来了，哈哈哈哈！我估计赞多一个都投不进去。妖夜火，二十字，二十。他没有，来第二件。B 栋给 A 栋买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好没有，来第三件。A 给电视店。好没有，来差一这个东西。等一下啊。这第几件？叫哥爷。嗯，天津克隆。哇！谢谢。这一件投进，刚刚那个 solo 不算。哇！哇！第一梯队没有许愿的同学可以再有一次机会。许个愿，刘宇，汉服，刚刚汉服。汉服取消吧，取消。好好投，来来来，好好投。哇！米卡，那个我取消，不要这样，好好投啊，好好投 solo， 不要 solo。啊！对呀，啊！
什么？周柯宇还是要跳 solo， 为什么？周柯宇要来一段 rap。哎，这我第一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周柯宇来个 rap， 边 rap 边跳的一个 solo。哎，小九，等一下，拉一下他，拉一下他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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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别别，你要你让他正常投，你让他正常投，不行不行。好的好的，那大家任务完成。我们 Into One 也算是完成了这个投壶的任务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兑现一下刚才许下的承诺。老师要跳舞，叫歌演啊，电竞 solo， 敦煌舞米卡一个人 solo。首先是来自老师您的，就是要教您一段舞蹈。老师昨天晚上没有算到这一点。就教这样，这样。好累啊！我教您。老师，你看一下啊。好。星火之声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非常跳得非常好。那么时辰已到，天机已经告诉你们了，然后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环节吧。时辰已到，我教您。I feel you， 这样叫一二三四吧。老师加油。就嘟嘟嘟嘟，你教他。是不是很简单？哦，先。哎，很厉害。对，先大。先向里，向外，局面崩。哇！谢，只要教的好，教的好，教的。到你们了，到你们，到你们，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周柯宇的表演吧。哦，他们说的学习才是我第一。哎，什么说法是都和我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非常跳得非常好。那我们的线索是，据我所知呢，万老爷在布料坊订了一批料子，需要你们去到那边去找一找他。布料布料坊布料坊，大家可以随意在这里玩一会儿，在下还有些事情，就先告辞了。哎，我挑一个，就是草，那挑一个。你知道什么豆草吗？玩过吗？什么？